虽然你们经常听，我不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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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在这强行夸我好吗？什么叫有特点哦？强行夸，谢大家的棒棒哒。在那老板做阿娜咖啡，我手一杯，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。花店玫瑰，名字写错谁？告白气球，风吹到对街，微笑在天上飞。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。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。大家可以去转发我的新浪微博，就是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冯提莫，然后呢转发第一条我刚刚发的微博，就在